母给郭彦均爱的考验，硬着头皮也要做。我岳母是一个很平静的人，但他又很喜欢很热闹。女婿们其实都很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是艺人嘛。我岳母说：“那你就讲笑话给大家听啊。”我讲笑话又不好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岳母说：“那你不要讲好了啦，那边有那滚轮，那你滚给大家看好了。”TVBS 欢乐台42频道上班这档事。